主料：绿豆芽500克，韭菜100克，辅料：生抽、鸡精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豆芽洗净备用，韭菜洗净切好备用。入油锅加入豆芽炒至软，然后加入韭菜一起炒几下，加生抽、盐、鸡精炒均匀出锅。烹饪技巧：用大火爆炒，炒的时间不要太久，豆芽炒至变软，放入韭菜炒几下即可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